my channel. 今天呢，我要邀请了无理猫 来给我做一个化妆品的那个叫什么配音旁白，让大家看看到底直男怎么看我们女生化妆的过程的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美女、小仙女。今天我们来测评这一箱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好了，稍等我一下。来，我们先贴一张粉红色的纸在我们的头上。然后这是一瓶白色的依云水，我们来喝一口。啊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来先湿润一下我们的小脸盘。然后我们撕开了这一盒，这一支，让我猜一猜啊，是一支遮瑕膏，对不对？不对。我们来涂一涂。来，马上来了，挤得有点多，好，先拧好盖子，做一个有首尾的小可爱，好，先把它放进去，好，再看一眼，然后我把它均匀的点三点，点六点，点九点，点十二点，好多点在我的脸上，满脸都是，来。好，然后我们拿一个小饼抹呀抹，抹呀抹，我们把它均匀的抹开在我的小脸蛋上面。来，我们来个快镜啊，因为抹的有点慢。抹，当当，好了，我们就上完一个粉底了。这不是粉底好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开始上粉底，黑色的粉底，其实它瓶子是黑色的。里面可不是黑色的哦，里面是一瓶卡姿兰的大眼睛的粉底。好了，我们也先把盖子盖上，放回去。不放回去呢？好，我们又来点六个点，再点了十，好，又点满了一个脸。再把刚才那个可回收的粉饼拿出来，再给我的脸上抹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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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变白，变漂亮。还我飘飘拳的功效跟这个也差不多了，我、怎么完全变了个人一样？哦，你看多白多美，你看跟刚才那个我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呢？这个就是照片的时代了。好，我们先拿起一个粉红色，我知道 BB 霜，因为它写的 BB 在上面。我们不是经常都叫人不要 BB 吗？但是我们就是要 BB。我们拿一个粉刷。做一个粉刷匠，刷完 BB 以后再刷了一些粉，是什么粉？然后我们把那个粉和 BB 均匀的抹在我们刚才苍白的脸上，让它不那么的苍白。好了，现在是不是很粉润呢？哎，那抹到嘴上那些怎么办呢？好，太多了。OK， 你看鼓圆我的小脸蛋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换一双粉红色，不是金色的，哎，这是金色的，伙伴们。这个是个什么呢？你们猜，反正我是猜不到，是一个眉笔，不是遮瑕，遮瑕，来，这都涂完了，还有什么瑕？哦，遮一下黑眼圈，遮一下一个熬夜少女的黑眼圈，还有唇膏，这个唇膏有点厉害了，你看，但你以为它是个唇膏，但是它涂在脸上。那它也是遮瑕吗？遮瑕口红，但是它不是涂在嘴上。那如果我嘴上有瑕疵呢？也可以遮。也可以遮，厉害了吧这个？哎，你看黑眼圈，妆又不见了。哎，怎么我发现了？还是那块粉饼，那块粉饼好好用啊，怎么哪都是它？OK， 我们来下一步就是这个红色加肉色加黑色的一个眼影，眉笔，这个是眉笔了，我知道。你看。还是可以的，我的认知还是可以的。OK， 我们先画眉毛，先把我们这个杂乱的眉毛画成一字眉。OK， 画出界了，还能这么补？那你补多几次不就蜡笔小新那样吗？两块大海苔，你看，这个英气的眉毛。这段，对了，早点快进就好了。画太慢了，快点。OK， 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差别。
哎，还有另外一边，哎，这个不是夹睫毛的吗？这是一个眉毛刷子，它是这么叫吗？眉毛刷子，刷眉毛，反正就是刷子。嗯，有两把刷子。嗯，好了，下一步我们来一个眼影笔。我觉得我猜对了啊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什么？给眉毛上色的染发剂，染眉剂。染发剂。眉毛金色，人家为什么眉毛要染发呢？不懂，反正就染了。OK， 我们来下一步，下一步是一块很漂亮的一个小文件夹，打开以后是一个很漂亮的小盒子。哦，这是眼影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这是我们的八色还是十色？哎哎，看不见看不见，十色的一个眼影。哎，涂这里的吗？不是涂黑眼圈那里的吗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来，我们今天表演那个眼皮变金术，一个闪亮的眼皮。我想起那天烟熏妆的时候，是不是在这里涂黑色？嗯。你看，你看，我涂完以后，你看整个人超美的哦。看见还有，哇，又是一把刷子。哎，不是上过色了吗？哦，又上一遍，这是加深色彩。大家好，谢谢你们在这里看我化妆，谢谢。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支持，谢谢这位老铁的小火箭。哎，好了，我们来下一步了。这是一个透明的纸，双眼皮贴，我好像看见了。来，我们来小心的拿起一块假双眼皮，然后小心的抠抠脚丫，然后再拿出一胶水。这是胶水吗？我还以为一直。我还以为是夹在上面的，原来还要涂胶水啊！哦，那怎么洗啊？那先不管了，我先要好看，我先把它贴上。哎呦，那是舒服吗？不管，我要好看。哦，这个双眼皮卡姿兰的大眼睛出来了，你看这个卡姿兰小眼睛和卡姿兰大眼睛。就是那个眼皮双的比较大嘛，你看又有一把刷子，你看，哎，有三把刷子哦。嗯，哦，涂完双眼皮，然后怕有色差，我们再补一补颜色。对了，聪明如我。好了，继续沾胶水，重复刚才的步骤，此处省略150字。嗯，我写检讨的时候也是这么写的。好，又沾上去，然后下一步是补色。嗯，两个卡姿兰大眼睛一双出来了。好，补色。对了，哎，第三把刷子出来了，刚才的第三把刷子。来，我们补一补这面墙啊，不是这个眼睛。OK， 好，没，走你，涂完了还涂，怎么还涂呢？好了，这是一个黑色的眼线笔 ，Fake Eye 是吧？是眼线笔吧？我知道是。那种哥特风的，是不是拿这根然后画得很粗很？哎，不是哦，是眼线笔吗？这是眼线笔吧？我在涂我的眼睫毛。哦，眼线笔还真是眼线笔。其实一直我都不是很弄得清楚，为什么人们喜欢画眼线？就除了那种，就好像我在小时候看那些很非主流的小哥哥们，就涂那个眼线。你别说，我自己也涂过。其实好了，现在拿出来是一块粉红色的糖。哎，它是什么？哦，眼睫毛夹，这个我知道，我小时候老是拿我妈的来玩，但是没那么好看，它就好像一个小剪刀一样。你还拿来玩？对，因为它的一看就知道它是干嘛的，它这个角度，然后我就这样夹我的眼睫毛，以至于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眼睫毛了。而且我会经常的习惯性的去拔我的眼睫毛，这坏习惯大家不要说。这是一支黑粉的 Blackpink 睫毛膏睫毛液。哦，给它上色了吗？上色用还是画用？眼睛都快掉出来了，其实啊，作为一个正常男性的我，有审美能力的男性的我来说，我看不出来画了和不画的差别。
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社交有审美了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，来，我们来竞猜一下。我鼻炎的时候，我会有一个粉。哎呦，这不是，哎，四把刷子，阴影，这个东西是画阴影用的，就假装我很瘦，假装我的鼻子很挺，就画在我的鼻子旁边和鼻尖，然后假装我的眼神很深邃，也是会画一画在那个轮廓边，对，就会显得我的眼睛更大一些，显得我的五官更立体一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我不是直男，这是一篇我洗白的，这是一个圆饼粉底，这个应该是粉底应该有的样子吧，应该是个粉底，然后他会拿出来一个铺，哎，怎么还是刷子呢？不是那个，这是第一把刷子，粉底不是都应该拿个铺，然后铺铺，然后铺铺铺铺的吗？这是高光，就差不多那个东西了，都是为了让你的脸更漂亮。不，刚刚打过阴影哦，打边边打阴影，中间打高光。好了，我终于把我头上粉红色那个东西拿下来了。还没结束啊，这每次我出门等那么久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吗？这是一根唇膏，我知道了，一般来说唇膏应该是收尾的，你干嘛电我一下，我刚发现，哎，抖不出来， embarrassing。 这是一根黑管的唇膏，这个跟刚才那个遮瑕膏好像一个意思，反正长得是一样的。好，我看别人都涂下嘴唇，然后抿一抿到上嘴唇去，就擦一擦。为啥他还要，哦，他要画那个形状，他觉得自己的嘴唇很好看，然后他就要擦一擦那个形状。嗯， perfect， 好看， nice。 好了，今天我这个妆就画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老铁送的火钱。哎，还有， yes。 一般来说我等半个小时就等这些，这个就是一个成品。建议你刚刚乱七八糟的随便乱说，你给我的妆打，你给我的妆打个分吧。对不起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是我无知。你给我的妆打个分。一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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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。求生欲满满，现在打字幕的求生欲满满，一百分。一百分。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记得给我们点赞、收藏三连。点赞在这里，收藏应该也是在这里。走你。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拜拜。